这款日式刨刀它是通过敲打这里进刀，然后持刀量就会大点，敲到这边它就会退出来一点。然后我讲一下它是怎么安装的，要卸这个刨刀的时候，大拇指抵住这里，抵住盖铁，它就卸下来了。然后安装的时候，先刨刀放进去，不要放到底，然后再盖铁放进去。 然后这个时候先敲紧盖铁，先把盖铁大概打紧，打紧了以后，再敲这个刨刀，让刨刀一点点的露出来。如果你觉得这边露的比较多了，那你就敲一下，把方向调正，然后再慢慢往前打。